啊、哦，又干走两台了，哎、欸，全部打包回家、欸，哎，好可怕、啊！我靠，各种叫，哎呦哎呦哎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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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欸，现在没人保护我啊！等一下，巴士驾驶要死掉了。啊！我被杀了！靠！谁在那乱杀人啊？各种军火商。好了，赶快打劫出，打劫打打劫就出来了吧？打完就出来吧。好，我不进去，对不对？神经病，能洗十几分钟？我靠！大家都要进了。哎、欸、，What？ 飞天小女警啊！飞天小女警，我感觉有点愤愤的、啊。不会愤愤的啦，没有什么都，没什么东西都愤愤的，好不好？我可以选贝甲，贝甲，可以，你选贝甲啊！我刚看到一堆人掉下去，哎，这怎么一回事？可以选贝甲哦。靠，感觉要摔下去了。靠，我车子还没换呢，哎，我刚才选错车子了啦，完了，我选错车子了，我选错车，等一下，我选错车。是啊，怎么选四轮车啊？有人没车哎、欸，你们还是无车胜有车。我靠！走，海滩车的加油，海滩车的。我靠！直接死掉！等一下，大家慢慢来，大家慢慢来。不是正常的，正常的。不是，这怎么玩？这个怎么玩？啊！压车啊！不行啊，我车子不能压啊！有了！先慢慢来！有了！啊，好帅啊，这关！我靠！他这关要压车，要压车的技巧。什么压车的技巧？压过来吗？就是那个什么快速加速，然后就是往左边右边侧压。我说什么正常关卡呢？冲啊！这个为什么是怪怪的、啊？这里有了。好 ，OK， 顺。哦，我懂了。我过了。太难了吧！老兵猫给撞爆了！我不是故意的。哎、欸，不行呢、欸，为什么？我懂了，要先进那个窟窿，进那个窟窿后再俩上去。不敢，我冲过头了。他说这关是给车子玩的。没有，他这个要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慢慢来吗？他这样慢慢来，不要到那个然后你再停一下。路口都停一下，然后再继续。过了。好，我试看。大家开超慢，大家可以每个都怕死。对啊，慢慢来。哦，过了，我过了，卡！为什么我死了？骑车？为什么骑一骑突然死掉？超奇葩！骑都奇葩，夹缝中求生。哎，我刚刚过，为什么骑了一半绕一圈我就死掉了？这个太好笑了。我知道，这一关了。那前面，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你到那个的时候，然后你再等一下。哎、欸、老皮，我过了。刚刚直接掉下去，我直接掉点上，没有结果。我看很多人都过了，我懂，我知道什么。但是这个骑不过去。一直被弄。干过去。太快会不会擦伤破皮哦？应该会吧，就跟活塞运动一样、啊。慢慢来。哎，怎么一摔？哎、欸，我过不去。这怎么过不去呢？我的姿势超好笑。哎呦，卡住啦！别黏我啊！偷师傅。我靠！啊，难怪我刚才后面有人撞啊！直
山的真的永远都过不了、啊。这边可能速道快一点，橘猫卡在那边不动。过了。我看很多人下去了、啊，已经很多人下去了。我知道怎么过去了，干，我知道了。你要这里往前请压车压过去就可以了。干，我懂了，干。几次终于懂了。Yes 啊！可恶！我刚才过了哎、欸！我掉下去了，塞一点。卡窟窿。你说不过，我看了就恼羞。不会啦，起码想旁边偷师傅啊。有了，我会。哇，这怎么会有洞？不给作弊耶、欸！你说压头滴滴压过去是不是？压过去。我第四名，有第四名了。这么酷！这个简单。不行，我觉得一定可以的。可以，我都过了。开那么快，可惜不能放感应地雷。行，过了，碎啦！是，你通过那个点了，我通过那点，然后头被敲烂了。有。哦，哎、欸，我过了、欸。为什么？好简单哦，其实没那么难啊。这算可以的，没那么难。可以，没那么难。我、哦、靠！好，速度不够快。像我们三个人都在这里，而且我还选坐车，选到速度慢的车子。他真的会直接死啊！没有，其实可以从旁边偷偷路过去是没问题的。其实这关没那么难啊。各种作弊，孤儿单作弊，有了，顺了啦，雪兔，我知道，你在我面前啊，我不想让你知道我的知道，不，哎，车子比我快好多哦，行的最好了，街头恶魔根本就是一坨屎，哎，我第三名了耶，真的假的？哦，感谢我们的 Jack， 谢谢 Jack 干爹的订阅。你都出来面对哦。哦嘿好像不太快，等一下，老皮，我第二名了，第二名了，这是假的。靠，这个车速多快、啊！好简单哦，简单，我都快爆了，很简单。不是我的车速没那么快，我那车太烂了啦。老皮，我过了，没送。我过了。好，我教你，就是你要飞的时候，你就就是用屁股翘过去。不是、就是、我的车子是街头恶魔，那个速度不够快啊。我也开街头恶魔啊。你开街头恶魔？你说刚才跳那个跳板那边吗？对啊，你就骑过去的时候，你就只要你滑鼠的话，就往前拉拉，把屁股往前引，你车子会往前推飘过去。你说这是往下压是不是？对，往下压。就是，但是你要后退一点，然后让它加速力够，然后你车子飞过去的时候，你就把车头拉高，然后整个倒过来，屁股往前，然后不知道怎么拉。我屁股往前，我现在掉海里面去了。我整个屁股在海里面啊。好了，就是你飞起来的时候，你的俩勾链，然后让你后轮往前推，这样子就可以拉，你的距离就可以拉远。我试试看。
是我。我决定放弃你，放弃爱，放弃的梦被打碎，忍住悲伤，我还是老胖瘪。走着远路回去比较无痛。老平，你再差一点，你再往后拉，你再把那个屁股往后拉。我跟你讲，倒过来，我直接整个往后拉，我拉到整个都是回到那个道路上面去，这样就好。屁股翘高一点，翘高一点，超级往后拉。哎，皮蒂快过了耶！哎，今天有完赛了，然后我完赛了。皮蒂也快完赛了，皮蒂就差那个下，差飞过去而已。他差点，他那最后一关要飞到那个体育馆上面，太可怕了吧！哎，别哦，好险！肥皂哥各种出来乱呢。哇塞！到，不能摔，不能摔，摔了前功尽弃。哇，好多人飞哦！是，到底要怎么玩啊？这就是要考验你的智商了。秀着压着，然后等他快出去的时候就很错路了啦，一直压着。好辛苦。你要放一点，你的车子要像好像海马一样的，哎，很像海马。一堆人完赛了，一定拉不够远。就是那个，我们像海马一样的，这车子要是地形。耶，我过了！靠，好险！好，你家在啊，想弄我？我在看背后有个尾行男在那边尾行，我就觉得说有点有问题。加载，可担忧走命。我就是跟你讲，这游戏是这样啦，各种钻漏洞就对了。这也可以作弊哦，你就绕，但是绕你要绕一大圈。哎，这我过不去哎。啊，皮蒂也卡在你这边。办法要加速吗？你这边过了，你就快结束了。皮尔丹作弊，觉得我觉得你还是赶快用绕的好了，用绕的比较实在、啊。哎、欸，这肥皂哥真的很故意耶！Fuck you！ 是故意的搞暗杀哎、欸，暗杀教室哦、喔，杀老师。不管了，我要加速到最底。压车没有用，是不是？你要拉屁股吧，就是你要把整个机车打直，就是后轮往前那边。后轮往前，就是你要亚国人，就是你看你不是我们飞起来的时候不是往后拉，你车子会往后仰吗？对啊，你那个屁股要往前那样子，飙过去。不行，我车速不够快，车速不够。但我说亚国人亚到底，就是亚到你翻一圈那里。那回到为什么边骑边比？有了！哦，哦，龙江省，哦，龙江省。好，你上去了。耶！我懂了，野兔。翘酷人翘到底就对啦 ，Yes， 哦，龙江省超越皮蒂了，耶，舒服舒服，好猛哦，好舒服哦，原来这关这么简单啊，没有难度，哎，还有人在第一关卡，还有人在第一关，不行啊，橘猫也在第一关，橘猫选什么车？橘猫。他选四轮车啊！这是废掉了，废掉了！我觉得他这个一定废掉了。他穿超级起智来参赛，
超好笑的。橘猫呜呜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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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够了，不过是一直按着，有了，赛，有赛，刚好，走内圈，你看我原本要选桑切斯的，结果算了，还是选丁那个恶魔好了，街头恶魔，桑切斯我已经过不了，太高了，比利现在后面追。哇，比你一个凶哎、欸！哦，过了。哎，我靠！原来在这里啊、哦！哎、欸，你没过？比较慢一点，入坑。居然！太扯了！好吗？我觉得我们还是来看橘猫怎么过关好了。我很好奇橘猫要怎么完赛。哎、欸，卡住了。哇！剩下十秒钟时间，还能够完赛吗？哈哈哈！他终于下来了。可以看到肥皂。哈哈哈！橘猫很可怜呢、欸。哈哈哈！他一直卡，因为怎么他一个人全台摩托车超破？哦，好好笑啊！哦，好舒服啊！原来这就是胜利的果实啊！作弊列车手，不行啦，我不作弊不了、啊。这游戏好玩，这关好玩，这关好玩，这我喜欢，我要投喜欢。